发动技能拼图封印，封印起来，别想叫怪兽了，龙可，这回合你是杀不死我的 ，nice， 就是这样，纳尼 ，nice。哎呦！我们又可以阻止它的展开了，可以换导航 ，nice！ 当然，就是就漂亮啦 ，nice！ 漂亮，各位，这以后我们就直接发动效果，漂亮，直接支付3000。好，这里我们就叫这一张。好，龙鱼，我们这里先用旅车好了。嗯，好，我们发动的重点是技能，这才是我们主要目标。对，因为这表示没有意义啊，守备的防御还比较高。来，你不能通招，也不能特招，快速效果。好，这张可以，你只能盖起来。Nice， 结束了哈，顶多再一张后台，这样就好了，没了。可以，还撑得住 ，nice， 来。我这康我好恶心哦。哇，哎、欸，这个炫供黑魔导也太恶劣了吧！太心爆了。鉛筆ですね。鉛筆。僕が相手になるよ。記述し相手のカード勝負がいかに愚かな行為であるか。教えてあげましょう。デュエル。僕のターン。賭博。オッケー。先发阵。F だから。永続魔法発動。わあ。残念。はい。力を貸して。モンスター、モンスター効果。哇，30张哎！这里你们知道怎么样吗？这里的话呢，我们就直接封印它了，好吗？我们这里就直接封印它了。这一看起来就是等等要发那个光之元君太阳能转换的这个家伙了。我们这里就直接发了，好吗？直接发了，不用想那么多了。没错，这里我们就直接发动技能冰毒封印，我们要先阻止它的展开，我们要先阻止它的展开。你猜魔女光道啊，确实有可能。对啊，我们这里就直接阻止它的展开。 OK， 没有问题。 Nice， 那它应该要没了啊。如果只盖一张的话就碎展开，结束，结束，直接结束，碎赢了，漂亮，直接完结它。所以我们就把它的怪兽拿掉就好，它的后台我们，它的后台我们不用管，因为有导航，漂亮。怎样的？身上原牙衣了。对，身上原牙衣，他是说什么？好像这礼拜不能打吧？啊，那我们那边怎么办？直接3个人上去排吗？对啊，3个啊。これは。除非你也有找到那个闪人啊，他是当兵还是怎样？没有，他就好像是一开始参加工会的时候就有讲，他固定周日好像没办法。吼、哦，我这个棋手，哎呦，各位，这个棋手，不好意思啦，真的是不好意思啦，这个棋手，来直接发动，支付3000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这个我不叫，不用叫。后面表示敢发动技能，所以，这是最强的棋手了，几乎都可以这么讲了。然后精华又有一个，可能哦，投吧，サレンダーしよう。サレンダーしかない。だとです。サレンダーしよう。
来吧，他还是有救啦、啊。雨炫把我的这个魔导针炫掉嘛，他也是可以盖怪兽啊，但也就盖。而且你看他手牌25张，好多牌哦， 25。啊，好，结束了吧？我外力打。哎呀呀！好啊，这个就全开好了。Nice！Nice！ 他那个手，他那个牌子是不是要来绿牌用的？それを待っていたよ。永続魔法発動。ランエンド。どうすれば？どうすれば？僕の技巧。おっと、おっと、おっと。バトルだ。え。これが通る。掉了。还把风筝用掉，就是他的问题啦。有没有？我今天这句好顺哦。啊，你是说我叫你不要再敲了，然后你说你今天你没有极限，代表说你还要继续敲的意思？哎、欸，确实是还蛮顺的。靠飞，靠飞，靠飞的是我吧？靠飞。帮你。干！我马上遇到一个队友，他名字叫小金虫。小金虫，好，接的好顺哦。哎、欸，龟拳真会玩。哎、欸，哦哦哦哦哦，调顺序，然后这两张，哎、欸，三千直接下去啦，想什么，对不对？啊，爽哦！反正等等也不能叫，嗯 ，OK， 然后盖起来，发动技能拼图封印，封印起来。别想叫怪兽了，龙可，这回合你是杀不死我的 ，Nice， 就是这样。那你？Nice， OK， 我们可以换牌组了，各位，赞，好吗？所以上网了。